是一段超长视频。咱们这个把 G187 7N31 的科恩比消耗器，小手枪大能量，开局把 G187 装备全靠墙，让我们出发。暴击率能是满是的，这位置有点差劲，但没关系啊，咱们可以跑。预言没给他开什么，来吧，一分钟能补撤退。咱们这位置想去到旅馆有点困难，如果前面有人反架，咱们可能要隔壁。炫个石头，别走。G187腰射性能，它主要射速快，能弥补腰射。咱们打近战只需要中间的准心对着别人的头，两枪他就死，你信不信？来个绿针，我们直接进去。要枪声了，刚好就这个枪进去了，兄弟。这把枪没有远程射击能力，所以说我们就放弃打他。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跑跑跑跑跑跑！哎，在楼上啊。拿到了，刚这人打到他两枪，日手雷的话咱就不怕了，压个子弹，压个轻声音，让他丢呗，让他炸呗。哥哥，我有绿针，我怕你个球。有见过的 718C 打 7N31 弹吗，哥哥？绿针高单局，炫个自动，两个子弹。不怕，我是跳跃的神，奶奶。压死他。绷带呢？扎绷带不行，就在我前面啊。天线也补了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多少克雷呀，哥哥？武器暂时也不在话下呀，就是，咱们绿针状态有吗？绿针没了，第二脚步了，底下还有一个，一楼还有一个，一楼还有，确实了，在底下吃止痛药水吧，这个弹药是满的，不怕，不血。我靠！你搞什么？他怎么过来摸我的包啊？把那个头盔换一下。咱们这波中总算是打下旅馆了，总算是打下旅馆了。终于，我做到了，妈妈。阿森亚们，咱们继续摸包啊！现在这对局里面很。不压了，烟没封到位啊！哎，这个啊，这个烟没封到位啊！我弱弱的问一句，他在搞什么？又来了个卧龙凤雏，
掉脚步了。旁边还有脚步啊，有卧龙的地方就有凤雏，这小伙子竟然直接摸我的炮。传说高娃淘汰的追风傻狗啊，疯狗洒脱。哦，弟弟的哦，跳了一下啊，死了。来了，我给啊，守株待兔。来了，巨仔来了，兄弟们。臭巨仔，我给啊，多少包啊？等一下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我的天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农场旅馆，十个真人盒子，是你打的吗？你就舔，那家伙上来就舔啊！他以为这把旅馆里面那个人已经被他狙死了，你懂吗？多亏了，得亏了刚刚进来摸这个包的人，得亏了他。厨房还有一个，是的，厨房还有一个，这把十几个包，我怎么舔啊？摸得好开心啊，是你打的吗？你就舔。哎呀，哦哦，猛改法老，咱把这消音器丢了，皮大弹夹，开弹夹能卖到10000块钱。还好在别人包里面摸到一个这个东西啊，丢包先交钱，时间刚刚好。你们现在刷我迷失是对香香极大的不信任。你搞什么？找死是吧？敢跟我相斗，交巴西赚百万，回家啦！真不错呀，打精彩啦！你看我的激光剑，全部都是抢的别人的。开局把交巴西装备全扣起啊！这个时候还有人动我，我直接给你送一个月的复合安全箱。你是活到最后的老六啊！没有大金追了90万，但这把打得很精彩，赚不赚钱已经不重要了，香香打爽了。打嗨了，有的时候感觉至上，感觉到了就舒服，兄弟们，舒服了就可以了。你还要什么？还有什么面包啊，兄弟们？好的，带包，只有几秒钟拿包啊，咱们完全操作。这把已经完全清图了，回家，包拿了，看看香香赚多少啊？84万，哎，也可以了。淘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，咱们也就打7个，但是有很多包啊。一把G18C杀穿船厂。